欢迎来到鱼电堂，今天呢又来到了基隆白灯的这个钓场。现在呢，今天的天气很好，很多的钓客都已经占满了位置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大家的钓况吧。补充说明一下哦，这边的钓场，应该是说现在算是冬季吧。所以呢，今天也难得天气不错，浪的话也蛮平稳的，风也不大，可能也要做一点防晒的准备。我们再往里面走一点呢，就是属于比较外围的部分。好，这里我们看到了，就是说，一般来讲的话，他们现在的季节都是针对于巴皮鱼比较多。那其实也是有看有没有机会有路有进来这样子。现在这位钓客呢，他已经中鱼了。其实蛮多人的哈，目前的话呢，就是可能大家都要浪一下，还没有看到说鱼是什么种类的哈。哎，好，有出现了，蛮大一尾的。好，大概看一下，应该是巴皮鱼。在这里做钓啊，其实就是人也蛮多的啦。那中鱼的话，可能要彼此稍微体谅一下，让一下就是中鱼的人。其实呢，钓鱼志不在中鱼啦，就是快乐就好了。哇，这位的巴皮鱼应该是蛮大只的，刚才这样水面看了一下，应该可能有三四斤吧，算是比较大的体型。所以呢，这位大哥他拉的时间比较久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等候一下，等鱼比较没有力气。准备帮忙捞这尾大鱼，那我们看一下喽，到底是有多大尾？目前都还在挣扎。快上来了，加油喽！你放锁，忙我唔知你。你我放锁，你锁都开掉你。好了，慢慢拉上来了，哇，真的蛮大的。你锁会惊着我，帮我取啊！你放软我唔知好你未？是哦，安尼你较厉害，就要钓阮。今天的影片。下喜欢并且订阅哦，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最新钓鱼资讯，就是在鱼电堂。谢谢大家，拜拜喽。